知道累了哈。你应该要觉得很庆幸，还好你没有砸到他。抱歉。大哥，小心点好不好？阿尼，没那么夸张啦。哎，吴正啊，你该不会在紧张吧？你小时候比赛从来没有紧张过，你不是很大方的吗？维珍学姐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接下来只要把你准备的放到这个舞台上，没问题的。林维珍，谢谢。嘉欣姐，维珍，你一定要好好加油哦。我们先走了，那行，拜拜。奇怪啊，嘉欣姐怎么会来这种选秀节目啊？啊，该不会是来当评审的吧？那个什么嘉欣姐啊，看起来好做作。你不要这样讲啦，那就是她自己穿的少啊。好了好了，好像节目要开始了，你们赶快准备哦。啊，走了啦。感谢阿姨，我来了。哎，学姐你来了，欢迎欢迎，请坐请坐哈。啊，你怎么今天有空哈？我来帮维珍加油的。是是是，谢谢你哈。我就知道我这个学妹啊，一定会非常有出息的，像这一鸣惊人啊，一定会一鸣惊人。哎，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你真的好聪明啊。好好好，哎，哎呦呦。一鸣惊人广告之后马上就要开始，哎，各位乡亲啊，各位乡亲啊，好，不要聊天了，不要聊天了，专心要看哦。待会儿我们小珍珍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用正向的想法呢，帮她加油打气，然后让她登上天后的宝座哈。来，小珍珍，站站站，一鸣惊人，站站站。不好意思哦，那个林维珍再过五分钟就要开始喽。好，那就是现在表演规则有一点点的改变，就是将由就是天后杨嘉欣出题跟你 PK。啊？怎么会？哎，你们这制作单位真的太过分了啊！你就是欺负我们新人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是非常有骨气的新人，不录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走了走走走走走。走了啦！既然 PK 曲目是由我们来选，那我就选快乐快乐。维珍，这首歌你应该很有把握吧？难道你要因为是我，
而放弃了可以好好唱这首歌的机会吗？我不想放弃，就算会输，我也不想放弃。加油！嘉欣，嘉欣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要帮林伟珍？我在想，问你到底在做什么？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会输给他吗？难道我今天的地位，还需要耍这些小手段来整他吗？真的是周淑宇的秘密武器林维珍吗？今天第一关，我们特别请到真正的天王杨嘉欣来跟林维珍 PK， 有请杨嘉欣。搞什么？为什么是嘉欣？我们小珍珍要跟天后 PK。这太过分了吧！哎，这制作单位太过分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敌不过时间才变谎言，就当未来某一天。喂，魏立达，你们是不是故意的？为什么让嘉欣还有林维珍上同一个节目？你现在为谁生气，为谁紧张啊？为嘉欣还是为维珍？你现在很精彩，不要错过。喂，丽达。喂。谢谢。写的歌了，不管输赢，我都会勇敢的唱，因为这是你写给阿木的歌。你在天上也要像过去一样守护着我们，帮我拍手哦，我会一直加油的。爱情的拔河先放弃拉扯，就当我是下一个，可能比我适合。于是我假装我是不爱你的。
刻。哎呦。